你好，我是技巧君，欢迎收看技巧君整理的每日 NBA 的新闻。老詹晒出 P 图，教练让我下赛季多打5号位詹姆斯，晒出自己昨天的恐怖肌肉照片并配文，教练说今年可能让我多打5号位了。我说那好吧。韦德随后转发并写道，我的兄弟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Shams 落选秀德里克森与勇士达成加盟协议。据 Shams 报道，落选秀马库斯·德里克森与勇士达成加盟协议。在夏季联赛中，德里克森为勇士出战8场，场均得到13分5篮板。 TT14 又出轨了。美国八卦媒体 Trazo 爆料， TT 在多伦多又搭上了一名女子。不久前，詹姆斯前往多伦多和 TT 一起吃饭，有三名女子在场，其中一名被确认是 TT 新搭上的女友。这好像不是 TT 第一次出轨了吧。今年早些时候， TT 被曝出他在卡戴珊怀孕期间多次出轨，这些都让卡戴珊家族感到愤怒，关系一度恶化。但是随着女儿的出生，科勒原谅了 TT， 不过没想到 TT 又来一次了。如果是真的，科勒还会原谅他吗？保罗谈瓜哥加盟，能和亲近的人一起打球是件很棒的事情。保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很期待和安东尼并肩作战。被问及他为何期待着和安东尼一块打球，保罗说，安东尼和球队中的很多人一样，总是打得像是我们要证明什么一样，以及我们的友谊和兄弟情，能够和你亲近的人一块打球总是很棒。乐福展示自己与姚明合照。乐福今日来到中国参加活动，他在 I 晒出与姚明的合照，站在姚明旁边对比，真是太强烈了。